画少的时候，上面就两个笔画的话，它相对比较宽一点，有没有看到？比较宽哈。那中间横线也是不碰右边哈，左边这横线左边凸出来。好，那请看一下这个撇有碰到上面的横，这个点右边点不碰哈。那右边的竖画比较长。好，请看一下这个口是扁，横画拉长，长的横画有什么变化 ？OK， 好。那你看这里不碰，这里不接，这里也不接，这里也不接哈。那其他也是这样，左边长了，右边长了。好，请看一下上面比较宽哈，两个筋，那两个筋有变化啊。左边的筋比较窄一点，右边筋会比较开一点，看出来没有？这个横画，你看横画比较长，几乎快它的两倍。那这背有点斜的，斜向右边。受伤型的右边还是不碰，对不对？好，再看一下十，这也是哦，有点像右下右边斜，对不对？看出来没有？中间横画拉长哈，请看这个空间距离都要取好啊。那请看一下这个宝字，这里有点像右，这个要向左边斜，那背是直的哈。那其实这也不碰，这也不碰，这也不碰哈。那中间的横线也是细到粗，好。那请看下最左边的横线都是左边长，右边凸出来一点而已，注意一下这个弧度，这个弧度很重要，在写字要注意一下。那先直的到这里是直的，开始慢慢一个 弧线勾上去。好，那这个背跟其他一样，也是右边竖画比较长，另外一个它也比较粗，而且有粗细的变化，撇还是比较高，点还是比较低。来，